千米嘅短途賽，準備，準備。我哋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嘅馬都幾多嘅，中間勝在分秒，司馬蘭追內欄位置一言既出啊！咁啊再外邊有極霸戰到大約第四位到粉紅衫嗰只咧，仲有呢個金紫荊在後邊勁無極啊！後邊嘅馬黃面箍就明威啦，喺佢外邊金滿載啊！再後邊嘅四隻馬中國好綻放美麗馬德利啊，包咗落尾四倍勒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六百米段處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咧有呢只勝在分秒啊，司馬蘭追就喺呢個第二位啊，內欄第三咧就一言既出啊，外邊第四位有極霸。八戰到第五比緊金紫荊啊，後邊嘅馬仲有勁無極啊、明威啊，出在出邊有金紫呢個咧就係金滿載啊，後啲先有中國好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勝在分秒就走中檔佔先啊，喺佢外邊稍稍追上嚟嘅馬有司馬蘭追啊，再喺入邊咧仲有呢個金紫荊趕緊上嚟啊，後多少個馬匹仲有勁無極啊，最後一百米勝在分秒已經係脱穎而出啊，佢好有機會再贏馬噶啦，第二名嘅馬金紫荊上嚟立 Q 啊，第三咧有一言既出同埋呢只咧就司馬蘭追跑得接近噶。一言既出，司馬蘭追爭第三馬。好啦，結果呢場賽事咁啊，再一次展現咗佢輕磅同埋放頭嘅威力，就係呢只勝在分秒。第二金紫荊，第三名要影相啊！好啦，見到呢只勝在分秒再贏一場，金紫荊啊，呢啲幾乎都係指定批噶啦，1.6啊都有。T 石都指定批啊，司馬蘭追，又係追佢第三。一言既出啊，反而喺佢後面喎。好喎。成語又好似唔係好同喎，10號、1號、3號、12號。好啦，即刻睇翻呢個巡邏影片啦，排喺內欄。哇！咁呢兩隻咁啊，一二四名都喺前面啊，1、2、3名啊。外面嗰只極霸戰道走得好開心喎，斷得咁快嘅。賺得開心一滯啦！嗱，我哋中意嗰只勁無敵嘅，雖然嗰個牌即係個名次就唔係好起眼啦，但其實走落嚟佢又冇乜點褪嘅喎。呢個位就呢個位嘅啦喎。第七位嗰只就金滿載啦，咁嘅係追多少少，其他嗰啲真係失望啊！中國好今季贏咗，冇得追，追得咁曳嘅。好啦，入直路開始走甩咗啦。司馬蘭追呢啲係披王咯，去到呢啲分金紫荊都係兩隻都差唔多嘅啫。勁無極就似乎嗰個變速都唔係好多，唔係幾啱跑短喎。